今天去老王家菜园逛逛。哇，好大的黄瓜哇！拿回去烤肉。年轻人不讲武德。把黄瓜切丁，是不是地震了？我好害怕。那点猪肉出来切，起锅烧油。这年轻人，放入猪肉，放姜蒜，放入老王家黄瓜，搅和，加入77/49粒盐，加蚝油，搅和，出锅了。发个信息叫闺蜜过来吃饭，我先来尝尝看，就一口。看来闺蜜只能喝洗碗水了。